这是对你耍鸡贼的惩罚呀！你把手放开，别动，别动，快点！谁能快出来吗？哼！哼！老同学，高中3年，大学4年。佩服！哎，哎，长话短说，我正忙着呢。我话很短，你丫是不是有病啊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招你惹你了，干嘛呀？你早上给我发那个短信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早上什么短信啊？你装，接着装啊！我告诉你，蓝光版的古都光你就甭想拿走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喂，短信，神经病啊！谁呀？这是我猜你个大头鬼呀！我猜，你以为你装个木马就了不起了？啊，就能唬住我？跟我斗，你还嫩点儿。这是谁呀？上班时间开这种玩笑有意思吗？谁呀？哎呀，小样儿，你不是挺能聊的吗？继续聊呀，来嘛。骨头，你怎么把网线给拔了？哎，你赶紧插上啊，把硬盘共享一下。干嘛呀？我刚把那份运行计划拷回去啊。我把硬盘隔了。What？ 你没备份儿？不是你怎么不备份呢？我的电脑刚中了病毒，我是以为你的好用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总这样？你得是跟我有仇，跟公司有仇，跟整个世界有仇，是不是？回答我！这是我的老板，
江湖人称邹扒皮，平生最热衷的事有三件：卡油、蹭饭。抠将军，吴涛呀，吴涛，你也算是公司的元老了，给公司做了很多的贡献。我慢慢都想提拔你，但是你这个怂啊，太不争气了。你知道不？我好苦恼，好心痛，好纠结呀。我再不是看着相当的份上，我是老早把你哎。只要我不插嘴，他就会一直唠叨下去。训话时间通常在一小时左右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大脑可以做很多事儿。来者何人？雷锋。